哇！我现在要去给 Derek 取他的生日礼物，因为这周六，这周日就是他的生日了。他知道我给他买了个生日礼物，但他不知道我给他买了个什么。他已经说了一整天了，我给他买了个暴力熊，可我没有给他买暴力熊。可能他自己真的非常希望、期待收到一个暴力熊吧，所以一直都在猜。我给他买了个 beer break， well， 我并没有给他买。到了，就在这里给 Derek 取他的生日礼物。是一个索尼的耳机，我也不懂这些电子产品，但我在小红书看这应该是最新的了，因为他一直都有在说想要一个降噪耳机，因为在家里上班的时候想用，所以就给他买了这个。所以做小功课觉得这个应该也还不错，而且 Derek 自己他也有提到过，然后这一款好像还蛮火的，我看温哥华这一边有现货，你都必须要 online order， 但是我又担心来不及在他生日的时候就收到，所以我看到这一家 London Drugs 有，我就立马给他下单，然后过来 pick up。 其实这个 London Drug 离我们还挺远的，过生日嘛，肯定希望在生日那一天就收到生日礼物，对吧？所以就过来今天给他 pick up， 然后下午我打算去给他买个礼物纸给他包一下，希望今天或者明天就送给他。现在 Derek 在家上班，在车库里给他包礼物，因为没有桌子，这礼物都包的有些拙劣。Well， 反正礼物纸一会儿都会被撕掉的，所以没所谓。OK， 这样就包好了，应该就是这样。我还买了一个贺卡。这贺卡还挺好看的，我打算也在车库里就把它写了，然后一会儿就拿上楼就行。这礼物包的稍微有些拙劣，但是心意到就好，希望他会喜欢，而且到现在他都还没猜中是啥。哇塞， Happy birthday， 祝你平安顺利。哎呀，不用读出来好吗？怪尴尬的。Love you as always。看看这个，哇塞，我都不舍得拆。这在车上包的？对啊，我这不只能在车上包吗？哇塞，这是什么啊？哇！这也太好了吧！对呀、啊，我怎么没猜到这个呀、啊？哇塞！喜欢吗？喜欢、嗯、这个超级喜欢，可难买了呢。想着要买，想了想了多长时间，想了三四个月了，已经一直自己都没舍得买。 Finally。 谢谢。不客气。我都想这个礼物想了真的特别久，四五个月了，然后自己瞎扯。真的，我从12月份 Boxing Day 的时候就在看了，然后是不是那个时候都还没上？他打折，不是他那时候有打折，打100块钱，但是我就没舍得买，然后最近一直在看，一直在看，看了好久了，真的看了能有四个月了，而且去试了两回，我都啊，你还去试了，我怎么都不知道？哇，这个质感就超级好，我摸一下，那好像确实啊，对啊，磨砂的，对啊，谢谢可可，这是 Vancouver Last One。是吗 ？In stock。哦，看来它就属于我。有了这耳机，根本都不想听我说话。要是这个耳机的降噪都上阳台上去试了，安都不用上了。要去参加朋友的 gender reveal party， 剩下的人差不多都知道了吧？但是当事人并不知道是男孩还是女孩。我们还特意今天我穿了蓝色， Derek 还穿了粉色。 Potions and pastries that make you grow tall, forests and cottages, castles and cards that can talk.
Welcome to Wonderland, look where you're at. Maddest of hatters, the Cheshire Cat. Magical cabins and lovely white rabbits with clocks. Welcome to this place. Welcome to the room. Let me see your face. 这个歪了是不是？哦。Life's now changed. 是不是这样子拍？我再往前拉一个。没有，再往前拉一个。Welcome to the world. 猜男的把这个蓝的放前面，猜女的把这粉放。Place for you. 啊，现在不穿，现在是大合照，现在是大合照。十秒哈，准备好啊！十、九、八、七、六。这也不可能对吧？四、三、二、一，耶！你们俩先说一下，你们俩什么感觉？猜什么性别？我猜是女生。那我猜是男生喽。为什么呢？为什么是女生？为什么是男生？说不出来，这是最真实的想法啊，最直接的想法。女生可以跟我一样漂亮。哎呦！发口嘞，发口说男生女生都可以啦，男生可以像我对帅气没有一样的哈。哇，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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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女生的举手，好，一个一个女生，投男生的举手，哇，这么多男生，哇，啊，我有点说出手汗，等一下，你当什么？怎么样？你要不要蹲下？你把那个手，是啊，手。Thank you.